声声拢好听。台湾的音乐厅为你带来好心情，老人来听来听，身体真勇敢。囡仔来听来听，个考试第一名。少年来听，本事拢知影。情侣来听，感情真稳定，真稳定。普摩萨音乐厅，唱出土地的歌声。台湾的音乐厅，唱出咱的新生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收看《Formosa 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为你带来好心情。今日，咱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台湾民谣的风格和特性。咱知影台湾民谣包括有原住民。河洛系、客家系三个主流啊，因有各自发展的空间、特点，甲着影响力，嘛有家己的拥护者。但是呢，咱来深入来个了解，因伫发展的过程中间，经过了交流，甲着汉化，嘛形成共同的特殊的风格，甲着特色。我的故乡嘉义，古龙夜会时代有团唱一首《一只鸟仔好啾啾》啊，把鸟仔比喻做男性，把鸟仔手象征女性，用相关音语描写一位情伴无伫身边的男士啦，到个三更半暝更加思念伊的伴侣，家己一人。身躯是安尼翻来翻去，困袂去啦，亲像一只孤鸟伫嚎啾啾，伫咧叹孤单。嘿，嘿，嘿，多一只鸟仔嚎啾啾，多呢。头甲三更一半暝，找无收好彼好。一只鸟仔嚎啾啾，是一首十小节纯粹歌词，一干那是一只鸟仔嚎啾啾，三更半暝找无收，用讲两句。七言的一句而已，里面嘿嘿，它是化句啦，那道是一个寓意，道呢和好那好都是一个声状词啦，好甲它是补充的用词，它的曲调接近是语言声调的转换，音乐才八度而已，节奏是算慢板啦，是一首抒情浪漫气氛中间带有淡薄仔感伤的歌曲啊。伫音乐风格方面，伊属着四声的自然小音阶，拉调式的特色啊。记得读小学的时阵，老师教过阮一首原住民阿美族的《因那呀》。因那呀，因那呀，恩海呀，因那呀，因那呀，恩海洋，哦咿呀，哦咿呀，恩海洋。因那呀，因那呀，因海洋，哦咿呀，哦咿呀，恩海洋。伊最低音到最高音的音域有十度啦，节奏轻快，是一首乐天，搁充满了希望的歌曲啊。
另外，音拉也基本上是由拉、哆、瑞、咪、嗦组合而成的五声音阶拉调式来挂起。旋律的进行中间巧妙加上一个小调 C 的音来做伊一个装饰性的这经过音啦，增加伊淡薄啊活泼的这个气味。讲到这个小学的时阵，另外阁有教过一首叫做《经良歌》。这首歌上早是恒春地区原住民的曲调，后来随着河洛人大量迁入到恒春地区，伊就转变做河洛语唱的恒春调。其中有人唱做男女对话的情歌。一杯好喝啊，不吃你想起隔壁一家菜地烟斗阿君啊，阿边阿弟阿姨阿娘啊，伊袂合皮，恒春半岛西边是西花，东边是干花啦。恒春人生活艰难。伫1895年，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阵，有规模、有计划建设的台东。大概1918年，因在台东建立蔗糖知识社会，当时真侪乡村人就离开故乡，去到台东追求生存甲着发展啦。来到台东的乡村人，一方面思念着乡村的故乡，一方面也希望当地新朋友会当来多多照顾啦。就安尼，因家对家乡带来幸存调，唱作台东调。其中当然也有人添上伫台东所当着的困境，唱出着一挂无奈的心情啊。恒春调是一首四分之四拍的歌曲，伊的曲调只有四小节的反复应用，歌词是传统四句七言的结构，演唱的时阵有时加上戏剧唱词啦。另外，恒春调基本上是由拉、哆、瑞、咪、嗦组合而成的五声音阶，属拉调式的歌曲啊。伊的音乐有八度，伊的节奏紧慢，经常随着歌词内容的情绪来变化啦，相当有春秋的适应性。速度较紧的时阵，有轻快甲希望的感觉；啊，若较慢板的时阵呢，就带有感伤的气氛咯。传统的山歌三大调，包括着老山歌、山歌甲平板。其中第二种的山歌呢，伊是为老山歌演化而来，犹原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山歌的特质啊。伊的曲调当然
顺服中带有几分豪迈之气啊！早期和老山歌同款，拢传唱伫山野之间，无拘无束，自由清唱，怡然自得啦。当然，近代以来才渐渐由小型的乐团来伴奏演唱啊。所以去，咱就来欣赏一首由荣兴采茶剧团来伴奏，由江燕丽小姐用山歌的曲调来演唱，教咱要安怎才会当唱好动人的客家山歌。山歌的原则上是一种四四拍的歌曲，拢总有十二小节。歌词是传统的四句七言结构，演唱的时阵经常会加上不少的这个戏甲情绪啦。另外，这个山歌的呢，伊的音组就是由拉哆咪嗦外加这个瑞声半音甲嗦的声半音六音。组合而成啦，基本上是属这个拉调式。伊的音乐甲着节奏的长短相当有一个弹性，有时随着演唱者的情绪产生变化。通常是十二度啦，但是某人甲唱到十五度咧，唱的音嘛会自由悠长速低，唱起来相当的悠扬优美啦。完全个迷人。台湾民谣中间拉调式的歌曲相当的普遍，譬如泰雅族的《脚板山》，朋友我怀念你；阿美族的《海洋歌》，《赏月舞曲》；巴哲海族的《阿恩》，西拉雅族的。制作西瓜地高手啊，宜兰的吴公公，南台湾的草蜢人家公，客家的老山歌，苦力娘等等，拢是真好的例啦。欢迎继续来收看《Formosa 音乐厅》。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台湾民谣的风格和特性。所以，
咱来分享的一挂所调式的民谣，这是现代创作歌曲中间较罕的技巧，却是真有台湾音乐特色的一种调式啦。咱由南至北，先来看南台湾恒春地区当地传统民谣四乡居、四季春、凤港小调，甲着周牛调啊，拢熟悉个苏调式的歌曲。咱就以其中的这个凤港小调来做例啊，予咱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凤港毋是恒春半岛区域内底的一个乡镇，但是恒春地区却流传着一首名叫做《凤港小调》的民谣。根据恒春民间艺人的讲法，其实《凤港小调》的曲调在两三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并无歌名啦。到了日治时代，日本人为着供应日本本国的火炭，积极在台湾推动烧火炭的事业。当时恒春也真做重要的烧火炭的地区了。迄个时阵，真侪凤港人就来到恒春参与着烧火炭的工作。每当因那闲落来，也是暗暝休困的时阵，大家都烧集做伙唱歌解心闷啦。唱的时，就把这首带有几分哀愁的民谣曲调提出来，大家来唱。后来，恒春地区的人就称呼这个曲调叫做《凤港小调》啊。红花来开了啊，美梅啊，香嘞。香花开了啊，喂，小妹红的，阿娘来选君啊，来做红啊，将来吃青啊，喂。所望啊喂，落雨来洗衫，无地啊披嘞。夜吹夜吟啊喂，看天是月，谈着的阿君啊，真情啊意，甘愿嫁君啊喂。门口来一丛啊，相思啊丛嘞，相思白露啊喂，不知人啊喂。生来来看，讲无梦阿娘来看，就轻松嘞。
那一丛啊，像是阿秋，像是白鹭阿话，面大手阿话。生日来看，讲无啊求，阿哥那来看话，好溜溜啊话。红港小调是由嗦、拉、哆、瑞、咪组合而成的五声音阶嗦调式的歌曲啦。拢总有十六小节，歌词是传统四句连四句七言诗的结构。演唱的时阵，通常会加上袂少的戏意，甲着情绪啦。伊的音乐十一度，有的所在呢，伊的音程跳动真活泼啦，啊，唱起来就有快乐、希望、浪漫一个感觉。由南而上来到高雄山中的小镇美浓，这个淳朴的客家好所在，流传着一首轻松俏皮的美浓调啊。这个美浓调也是熟悉的嗦调式的歌曲，带有真厚的乡土意味啊！伊的歌词描写一位主人命带桃花的风流仔，加在伊还阁会知影，若要交一个真心有情的阿妹啦，一定着爱有铁笑磨成绣花针的态度甲精神。才会当成事啊！来，咱做伙来欣赏由客家名歌手佩斯所演唱的《美浓调》。美浓调是一首四分之二拍的歌曲，拢总有九小节啦。歌词应用传统四句七言的形式，演唱的时阵通常嘛会加上戏意情绪啦，来丰富着歌曲的内容，甲着伊的气味啊。另外，美浓调伊的音乐的结构是由拉哆瑞咪嗦音来组合而成。属五声音阶嗦调式的一个歌曲，不过因为伊的音程变化，
习惯音型甲着用音比例会无共款。虽然平平是苏调式的歌曲风格，但是客家甲着河洛呢，嘿，都有无共款一个色彩啦。诶，那讲到这个嘉南平原苏调式的民谣呢，六月望呢，甲着卜卦调算是较有代表性的两首了。在传统口语相传的时代，这两首已经渐渐渐渐要消声失传了。了后，经过台南文人柯炳鼎的收集改编，添上新词，加上口诀的推广，才来捡回到这两首苏调式的传统民谣了。描写少女思春心情的六月望年，伊伫《福尔摩斯音乐厅》节目中间，咱捌做过介绍，伊也算到第一句了，吼、哦。六月望年芳头天，就是嗦啦嗦哆瑞咪嗦啦哆瑞。就是用小调嗦音做开头，上尾句何时郎君啊，伊都在身边。也算就是啦哆啦哆瑞咪瑞咯，嗦啦嗦啦哆嗦。收煞同款是小调嗦的这个音啦。这就是典型苏调式的歌曲了。因为这个卜卦调，伊是叙述着信徒去庙内求签诗啊，想要了解未来运道的一个情形。人拢有一种想要预先知影未来的好奇心啊，然后根据所知的未来来做适当的调整，通好好走出着愈美好的人生啊！手摇签筒啊，有三支哦，要报新娘啊，去问伊个。现在有新的三。包娘的生不好的恩地啊，头几姑娘啊，等三兄的，甘愿为路啊来扫兄。一心欢喜，一心疼，伊啊伊。伫北台湾东北角的宜兰地区，出炉一首全国闻名、大人囡仔拢会晓唱的苏调式的民谣，丢丢当啊！丢丢当啊，古早称作宜兰调啦。伊三声的音源讲法真侪种，有人讲是来自高马兰族的传统民谣马骚啊，有人讲是伫咧等这个当钱啊，或者吼拨钱的活动啦，吼、哦、啊当钱啊拨落土卡的时阵所发出来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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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马人讲是棚坑内底水滴咚咚咚咚，伊个回声叮叮啦。第二人调发展的过程中间呢，也产生红尾啊、拉达调、滴滴咚、火车歌、一只鸟啊找无收、一只鸭咪啊、丢丢当、甲着丢丢当啊，等等各种无同款的歌名啦。
但是不管是安怎样啊，产生的原因，不管安怎样的歌名，拢是使用这个苏调式的宜兰调啊，来作为基本的曲调，对不对？啊，然后叫做局部的修正，啊，加着调整甲延伸啊。所以，咱就来欣赏这首经过重新编写，但是保持着原汁精神的《调调再当》。阿摩依达丢，阿摩依达丢。风空来，风空的嘴你嘛丢丢动啊，你都阿摩哩达丢啊，你都滴落来，啊滴啊滴落来。火车行到你都阿摩哩达丢，哎呦风空来，风空的嘴你嘛丢丢动啊，你都阿摩哩达丢啊，你都滴落来，啊滴啊滴落来。阿摩哩达丢，风啊空来，风空的嘴你嘛丢，丢丢动啊你都阿摩哩达丢啊你都滴落来，我滴啊滴落来。丢丢当啊，你都阿摩哩达丢啊，你都滴落来，啊滴啊滴落来。阿摩哩达丢，阿摩哩达丢，阿丢。宜兰调丢丢当啊，是嗦拉哆瑞咪组合而成的嗦调式五声音阶的一个曲调啊。伊的音域才六度尔尔，但是这奏鸣拢音程跳动活泼，真紧就会当朗朗上口啦。短短旋律确实会当展现出台湾嗦调式歌曲特有的风格啊！台湾传统民谣中间，白原族祭拜的跳舞歌，白原族的老情歌、五件歌、电件歌、西丽歌调、平板、鸡子人，甲着地山小波等等。拢是相当吸引人的苏调式的民谣啊！欢迎继续来收看福尔摩沙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今日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台湾民谣的风格和特性。台湾民谣中间经常使用的第三种调式就是多调式。这种调式和调性的歌曲是目前国际上包括台湾上个普遍伫咧使用的音乐类型啦。但是在我们台湾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时代，多调式的歌曲的数目
并无在拉吊式甲锁吊式之上啊。台湾各族群住伫上悬所在的布隆族，因甲其他的原住民共款啊，拢是真爱唱歌的民族。不管是这个打儿祭、曲艺祭、婴儿祭、小米播种祭、收获祭，也是生命的礼仪啦，拢有相关的这个歌曲。诶，妇女伫咧直播的时阵，会卖哪唱着祖先留落来歌啦？去山顶拍蜡、耕作、倒腾来的时阵，会卖哪行哪唱着落山的歌？啊，若当着悲叹感伤的代志啊，嘛会唱着悲歌。啊，那伊，那伊呀，那伊呀，是一首由哆瑞咪嗦四音组成的多调式歌曲，伊的音域只有五度啦，亲像伫咧吟诵共款，悲伤中间佫带有严肃的气氛。汉人伫台湾的开发，到甲社区形成，生活安定落来了后，就开始把唐山带来南北管音乐拿来猛奏猛唱。其中北管一向就是一种豪迈老格的音乐，但是配合着需要较安静的这个场合，也有一挂较平和柔美的弦啊谱，要讲幼曲啦的这种曲调。其中《毕加村》就是一首由哆瑞咪嗦啦五声为主，另外加上经过音花甲丝组合而成，属着多调式的歌曲啦。毕加村描写着结婚无外久了后，两人就离家远走他乡。音信全无啦！结婚的时所编织的幸福美梦，随着岁月的流逝，美梦是愈离愈远啦。如今头毛已经渐渐变白了，予人加添无限的忧愁啊！令人更加感叹的是，青春不再回头，我的夫君啊！你若已经在他乡外地离开世间，也应该来给我托梦休息啊。当春风啊吹地，梦啊不改现地，为了什么事跑了车，游园地中地里，
金，送我两鬓水，叹一声，青春不再来，夜来床上醉，两眼泪哀哀，阮的世事无意向，夜当作梦来，寸步不可再，从今断别掉，犹恐败命者，多望春花开来沉几地，沉几丈日，凄凉泪滴心上啊，忧心中，空断断，苦也断，泪如沙。毕家村拢总有26小节，而且为头甲尾拢无重复的乐句啦，算是一首较长的这个民谣咯。伊的音乐有12度，嘛无算少啦。对一般民间大众来讲，是一个考验嘛。毕家村是属于戏曲类的民谣，伊的歌词有3、5、6、7、9、2句，拢总有啦，属一个当地句的形式，甲一般的民谣大部分拢用4句7言这个形式，是真无同款啊。用伫歌舞小戏的这个民谣，桃花过度，节奏轻松阁活泼，是一首真受民间大众所欢迎的多调式的歌曲啦。故事描写着桃花姑娘要坐船过河啦，听大伯阿公看伊姿色迷人，又阁是孤单一人，想啊想，哎，家己嘛是独身啊，嘛真无聊嘞，就招桃花姑娘来相抱啦，唱歌拼一个输赢，就安尼两人展开一来一往的对唱大战啦。听到边啊，先唱着。正月啊，人影红啊落，要单身啊，娘啊，你都酒共放。水井啊，槟榔啊，你都面抹粉。手捧啊，酸露啊，你都等待滚啊，你都旱呀落地旱。哎呀落地哎，哎呀落地哎呀，伊都旱呀落地旱。刷起就是桃花姑娘，接来唱这个二月啊。二月日啊，春啊，粉啊落，你无好的交托，你都听啊杜鹃。船顶咧食饭，你都船底困。啊，水鬼啊拖起啊，你都无神魂啊，你都旱呀落地旱，哎呀落地哎，哎呀落地哎呀，你都旱呀落地旱。桃花过度的歌词拢总12段啦，但是使用同一个曲调，这个曲调的音组织包括着哆来咪嗦拉五音啦。歌曲的开头音甲着收尾音拢是用哆音啦，是典型五声音阶多调式的这个歌曲啊。类似着桃花过度的曲调，要应用伫客家三家彩蝶小戏内底。另外，客家的小调、四乱歌、
吃酒爱吃德孝星，桃花开来菊花黄，过新年甲着十二月过年，等等，嘛拢是多调式的民谣。讲到这，咱会使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台湾传统的民谣，包括原住民、河洛甲客家，因拢共同有一个拉调式、嗦调式，甲着哆调式。这三种调式，拢随着因的节奏的紧慢，会表现出无同款的这个情感。通常拉调式紧的时，有热情甲希望的感觉；慢的时，就带有感伤的气氛啦。啊，那是这个嗦调式。紧的时有俏皮，甲着活泼的气味；啊，那慢的时就带有优雅的气质啦。啊，那这个多调性呢，紧的时有积极、信心的这个氛围；啊，那慢的时就带有严肃的哀伤之感嘛。但是各族群的各种调性，随着音组合的音的节奏。音在歌曲中间的比例，音域的大小，音程度数，甲着习惯音频的差异，因的色彩嘛会无同款啦。另外，在歌词方面，河洛甲客家拢以四句七言的四句联为主啦，有时加上一寡戏语衬词。当地调的歌词就较少看到了。啊，那原住民大部分是拢随着口语化自然来表达啦。欢迎下礼拜同这个时间继续来收看《Formosa 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为你带来好心情。